他说不要向左，那就是一直向右。没过来呢？啊！我操！哼，原来是假的，不过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吧？哎，你，哎呀，我门在左边，不能向左，难道是从右边拐过？吓老子一跳！第二关不要下蹲，这个简单，一直从上面走过来就行啊。难道是这儿蹲着没事儿啊？对对对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应该是从下边走，哎，然后从有人。不是，这不让蹲怎么过？又不会飞。哎，我他妈、哦！好，第三关不要跳跃啊，行，直接走。哎，啥意思啊？啊，升降梯。那这前边的刺应该也是假的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哎，我就说，我就说。